都会常说，景色回想过去啦，我们龙宫龙芒过去啦，我们就是去拿小工回来做啊，来割抓落啊啦，或者是呢来做鞋啊啦等等。还曾经呢做过小孩子的纸尿布机器啦，高温哦，在那里呢，这高桌婆不小心啦，这被烫到了，是皮肉都会焦掉。所以工作过，农作过了，这叫做人生的经营，世间的经营啦。慈师父教为啊，含持净火堂，装带布袋林，就是用脚踏车，也要再到市区里去换卖换钱买米回来，这都是做过的。说起了过去的人间事，为了生活。的确是不容易，自己的生活还算是简单，要负担的呢是每个月的农粮利息，要来领米的、领物资的，还有呢来参加药师法会的，这都是呢精神负担，这种事呢，曾经这样的过来，看到了，用地锅、蜡、竹棍，可以养啦，捡迄个养乐多，诶，关啦，用这做模，蜡放在这里，等它干了，就成。一颗颗的蜡烛，这也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蹦米汤。每一天呢，就是会听啊蹦蹦啊，每一个声音都是很大。有的时候在里面呢，一当中呢，那个夜刊。差不多要自己来写，静静的想要写，无定地都会被吓到，就知影讲又是一炉的米汤已经蹦出来了。那种时间的过去，一直到现在了，感觉总是。看到了慈济人这么多，而且人人也是长情，也是大爱。但是呢，过去的时间把我夺走了，夺走了我身边的很辛苦、很吃力。那种刻苦，现在只是呢铭记于心啊。但是那一群跟我刻苦、苛难的人，现在身边感觉啦，总是呢有一种很珍惜。大家年纪都老了。有的时候看到，啊，背影已经有一点驼了，这剩下这一两位啊，似乎有时阵看到他们的背影，就会想起了过去。所以说，过去想要回顾的呢。
实在是很明显，记忆真深啊。景色最近在采姜黄，那姜黄那个秋足多，看到了溜溜秋秋啦，遐个物件拢爱剪，要处理，所以呢，才知道这一杯姜黄的茶，这杯经过这么多人啦，还要时间，日夜几个月啦，栽种，而且呢，照顾啦，几个月后，我们才会当去烤，烤很辛苦，烤起来那个须很多，而且呢，弯弯翘翘，还要细心的洗，还要烘干，还要磨，那还要烘焙，实在是吼，要啉一杯啦。原来呢，是要花了那么多的时日，才能成为姜黄这一杯茶。总是呢，享受。所以现在真的感觉到是多少人在付出，这享福，自己也会自我警惕哦。那享福是了福啊，拢无去付出，安尼享福呢，我自我警惕，所以呢，我都爱搁较认真呢。讲话爱搁较准确一个，好好的活一天呐、啊，说一天呐、啊，要如何让慈济的精神，要亲像姜黄赶快根爱搁出，春较长呢，像那一棵大树，天天我都会走在迄个房屋的角落。去看那一棵大树，真正的活报慈事，我转过来会看呐、啊，盆里的小榕树啊，这一个小榕树，那就是放在盆子里面，所以它的根串不出去。假如拿到大地去呢，回归大地，几十年后。也是一棵活报之树，环境呢、啊？环境呢、啊？能如何去培养人才？人才要能有承担，他才会发迹点火。这就是要看人呐、啊，能不能呢？愿意付出呀？也要。给他有环境，总是爱的能量啊，要不断的、不断的提拔，也要不断的推动。感恩早期的慈济人，见人说慈济，天天做慈济，才有今天。我们现在今天呐、啊，全球慈济人。假如呢，能了解过去的，莫忘过去，那应该也会慈济为人间会做得更多更大。总是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用心，菩萨人人都可以成为一粒种子，一生无量，无量从一生。把自己呢，要当成了是一粒种子，已经在大地上呢，经过了岁月，也自己也生根了，自己也是长枝哈，长枝啦，迄、那个枝完了垫出去啦，叶啊也真无形啦，应该呢也是可以种子。种子还可以再
在成熟，总是一粒种子啦，能生无量。每一位盘点自己生命，就如那一粒种子，那要把握时间，时间来成长它。这一粒种子是会它的量能量之大呀，所以师父在那讲，一旦用心付出的，其实呢，分分积蓄的，那的确是功德无量。